是时候踏上新的征途了，一条能承载我们的意志，让我们引以为豪的路。需要这条路。当世界的格局与科技发展紧密相连，使命驱动着我们日月星辰披荆斩棘。这是中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。我们选择这条路，因为信念生长于这片热土，用尽一生去兑现科学精神的传承，这是中科人致力于自立自强的前行动力。我们相信这条路，将理想聚焦科技革命的前沿，做正确的事，正确的做事，这是引领创新与突破的奋斗方向。笃定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在每一行理论中书写我们的坚定决心，在每一次实践中倾注我们的开拓精神。我们步履不停地探索着深空，而初心指引着更大的舞台。当远方插上领跑者的旗帜，我们更希望所有人能一起站上去，一同迈向属于中国的科学创新之道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野火起飞，起飞，命令幺幺十搜索团零幺六月管幺五六，命令幺幺十搜索团零幺六月管幺五六，出发吧。浩渺行无极，扬帆但信风，前路广阔，让我们满怀憧憬，伟大使命，愿与之并肩前行。这便是我们新的征途。酒泉一二级分离，一二级分离，东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，东风飞行正常。酒泉二三级分离，二三级分离，双城光学雷达遥测跟踪正常。酒泉三四级分离，双城光学雷达遥测跟踪正常。星月星月分离，八百星星月分离。本次海军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的很多新的设计理念，我们新的关键的技术都得到了验证。对于这个后续火箭，尤其是固体火箭运载能力提高，策划流程缩短，工程应用性提高，都起到了很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对于整个的航天的这个技术进步，还有以后的商业发展是很有意义的。